欢迎来到王群爱美食，每天为你献上不一样的美食。方便面是一种可在短时间之内用热水泡熟食用的面制食品，具有抗氧化、补充能量等功效。起锅烧油，三成热下入西红柿碎，炒出西红柿沙，下入木耳，下入油菜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加入适量的料包。煮2分钟就可以。